男生就已经是很厉害，也不见得女生不行。我觉得这样子有点困扰哎、欸。那我刚很想选啊。你可以选小朋友啊。我都超想选的、啊，我选谁都不对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东西的，我们让 King 先选。来 ，King 先在中间，好货你先挑。我要男生。好，女生先把手放下来。我要男生。我要最。我要二重鸡腿大块的，不行啊！我要男生鸡腿，好，这是你了。那个站得最高的那个，哦，好，那个啊，来，那直接选第二跟第三。对，第二跟第三。第二跟，好，等一下，我们选择这个是要帮你来反毒的哦。我们就比快好不好？先呼个口号，呼完口号举手，这样好不好 ？KO 毒品。你就是酷。等一下，我错了，我发现大家的 tempo 都不一样。你就是 King， 然后我数一二三，听到三就举号。再说 KO 毒品。你就是 King。还没手放下，三。那个妹妹，我觉得她最快。就是、哪个妹妹？对，小妹妹吗？你选小妹妹。那个没有破六十，我有惩罚、哦。小妹妹来，红色色的小妹妹。小妹妹出来啊！好，那好，我知道了，今天几月几号？有没有人今天生日啊？你骗人，身份证都给我拿出来！有没有人今天生日？生日八月生日的。好，那我好了，我再选一个男生好不好？因为他们两个都会选女生，都有机会。我们后面那边还有哦，后面还有。哎呦，我不知道选黑还是白哎。好，我数一二三，你们两个比快哦。一二三，啊，他比较快，好，那边请吧。接下来加油！接下来谁要先来选？谁要先选？可是我真的都很想选的。都很想选不行的人，而且你刚刚的……我也跟 Face 要问问题好不好？也可以。有吸过毒的举手。不要乱问。陷阱，不可以这样子哦。没错，千万不行。好。哇。其实蛮难选的。对呀、啊，很难选，对不对？我先需要一个男生，有没有很会敲锤子的朋友在家里常常敲敲？我要男生啊，你问我什么？给我一个男的，男生朋友。男生朋友举手。好，就那一位戴墨镜的帅哥好了。好，戴墨镜的帅哥，你有要问帅哥什么东西吗？问帅哥什么？还是我们只要看到他汗臭够好，我们就帮他上。这位朋友绕很远的地方走了过来，朋友，这位男性朋友从后面绕出来，朋友从后面绕出来了。好啊，看他这么千里迢迢的份上。好，那明杰有没有再选？还有。我想以你美学的概念，应该要选个女性上来的吧？他刚选左右两边的，好惨的。黄色板子出来，黄色啊，哪一个？蓝色板子那个出来。蓝色板子，哪一个 ？Special 蓝色板子那个吗？是这个，哪一个？哪一个？哪个？对。然后。好。还有第三个。后面，然后那个，那有顾到后面了。好，其实这个板子我一直都有看到，一颗金毛无法忽视。哦。对，那就你上来好不好？好，一颗金毛的，一颗金毛无法忽视的，请排队。好，我们在一个非常难选择的一个状况之下，终于选择完了两三位。